第一次见着这么好看的鸡蛋西红柿啊，真漂亮，我自己都陶醉了。老姐姐，就是现在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时期，由于特殊时期找到你，其实还有拍摄场一直不能去，但是在家里呢，来尽可能的为咱们广大的这个粉丝们，是吧？咱们做点什么？我想跟这个大家分享一个。也是经常做的鸡蛋西红柿。你那个炒西红柿店有什么特殊的？就是每人每人做法嘛，就是我会在做的过程当中逐步的跟大家说，从选材到制作方法，跟大家交代清楚。那你一个重点啊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菜？我觉得这个时候把这道菜做好了，在家里也是一种享受和幸福。首先选材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鸡蛋当然咱选什么鸡蛋都行，西红柿一定大家要注意。选成熟的西红柿，相对来说捏着有点软的，因为太硬的西红柿炒出来达不到我想要的炒法的效果。葱，这个葱呢一定要炝锅，因为炝锅一个是增香，一个是摊鸡蛋的时候可以去蛋里的腥味啊。咱们在家里啊，一般这四个西红柿打三个鸡蛋足以，完了把这鸡蛋啊咱给。打死来，我给你冲米浆，米浆这个西红柿啊，咱们切小滚刀块，小滚刀块啊，你不去皮了？当然不去了，这西红柿的营养成分皮上也是很多的，大哥啊，我要去了皮真能吸它了。把这个根啊这么去掉，刚才这小西红柿没有根，行不行？行，给你打好了啊。小包裹，小包工不错。哎，西餐就那么回事儿呗，跟中餐比起来差点。中餐老是兜里掖着藏着的，这谁受不了啊？是吧？一道菜传到第十个徒弟的时候，这道菜只剩十分之一了。那是过去了，现在可不行。好多了吧？现在？对。但是老范就是毫无保留。叫住了啊！别晃悠我啊，大哥！你这个摄影水平不行，二位。谁说？真的，这个第一步搁油啊，油稍微宽一点，如果油窄了，这个鸡蛋蓬不起来，可能你搁六个鸡蛋炒出来都一点点，这点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注意。而且这油呢相对让它热一点啊，看，一定让它蓬起来啊，这样的话这鸡蛋就完全能在这锅里挥发了。好，这摊一下就行啊，我们搁出来。这菜真快！完了，我们继续搁一点油，这个不用多，有一点就行。我们把刚才切的葱花搁进去炝锅，炝完锅以后啊，我们把小西红柿块搁进去，多炒一会儿。这个西红柿一定要给它炒化了，这是咱的一个特点，就是这个西红柿要完全融入到汁儿的当中。你要给打混多好，那不行，那就真是成西红柿酱了。哎，用不用西餐那香草来替代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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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什么都不用啊。盐，盐三克。完了，糖啊要稍微多一点，这道菜甜口偏重啊，一定糖要多一点。还有这味精啊，搁味精没事儿，因为现在味精不是化学的东西，全是植物提炼。胡椒面，这些搁进去啊。把这个上锅炒挂以后，然后把鸡蛋搁在里边。你看，这不行吧？这个这客家的绝招啊！先勾淀粉，一定记住了啊！别搁鸡蛋，勾淀粉，看见了吗？成这种状态啊，在这种状态情况下，把鸡蛋搁进去。就我这鸡蛋炒西红柿，老人孩子都爱吃，营养成分高。这水炒鸡蛋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颜色好看吗？嗯，还行吧。完了，关火啊！关火以后，我们一定要点一点香油。出锅。哎呦，第一次见着这么好看的鸡蛋西红柿啊，真漂亮！我自己都陶醉了。大哥，咱再稍微撒一点小葱花，好吧？这个做完了，还得请那个大哥
多给意见和指导。真的，你发现你修炒鸡蛋吧，我就是不敢吃。嗯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太家常了，对吧？难度太低是吗？难度太低。但是难度系数低。尝尝鸡蛋，尝尝这个西红柿。期待的眼神，炒鸡蛋，第一，它炒鸡蛋那个骨感很蓬松，到嘴里边这个蓬松感，哎，非常好，很滑，很嫩，是吧？滑油嫩，它这芡小薄芡，小薄芡，这小薄芡它把所有的这个番茄也好，鸡蛋也好，各种味道，各种味道它，然后它通过这个芡的包裹，然后融为一体，然后你到嘴里边就很舒服。一般的西红柿炒鸡蛋都不融芡啊，你这个融芡其实融芡就是很高的。真的哎呦，我没法追忆了啊！大哥怎么做？我操，真漂亮，真的！哎呦，我操！来，大哥，哎、好，来开始！哎，大哥，你说这真的是啊？对吗？我自己都陶醉了。我们好好做菜，你们好好吃饭，关注老饭骨，吃饭不含糊。你系上好一点。你给大哥把那个衣服的领子翻出来了。我已经开始了。好。先是无声，沉浸式拍摄，就是卓别林那个哈。这个你应该借我眼镜。无声胜有声，我是不是那个？我先配套给你配。哎，见面，那你这样，那这样。西红柿在宅在家里边，你看这个食材呢，家里边也好，而且营养成分非常丰富，是吧？哎，这营养成分你得听我道。这个营养成分，咱不是一般都听侯老师的？哎，今儿我能给你道来，哎，你这不一样。嗯，你比如说，你看啊，你这肾是不是不太好？我的肾还行。你看这，开个玩笑啊，你看。用一句话就解释通了，就是什么混沌世界阴阳双补，这绝对是个营养健康的好菜。你现在不但是那个烹饪大师，还是营养大师。哎，以后不是又增加一个周易大师。你不用我。